华人班授课。同修阿弥陀佛、啊、我们这节继续来讲解风水学、啊、我们关于工厂用地的选择、啊、非常的重要、啊、往往因为原来小工厂发很发发得不得了，结果呢、啊、他就认为小工厂呢没有前途，认为小工厂呢，啊不够气派，认为小工厂它的空间不够，什么都不够。哦，刚开始在做的时候，认为这个很满足了，那么到一段时间呢，就发觉这个都不够了，这人的常情，人的常情。但是有一点我们忽略了，啊，你会发。让你能够有这个嫌东嫌西的，就是原来小工厂，让你嫌东嫌西。所以未来如果你们碰到，啊，有一些信徒要请你们帮忙的时候，他有小工厂发了，告诉他小工厂作为公司，那么要新泽的工厂呢，作为一个办公，新泽呢作为一厂二厂，那就好做卫星工厂。就比较不会有那么一些麻烦的事情啊。回想在差不多六七年前，彰化啊有一家工厂啊，他呢也是做了纺织的，小小的纺织厂啊，在那里赚了很多钱啊。有一天呢啊，他要啊人家拍卖的一家工厂，将近有五甲地，啊，他就要去买，买了已经买好了，要搬过去。刚好我们一位师兄就跟他亲戚跟他讲，他在啊不知道怎么要决定才好的时候，到五泉五街。原来我在台中，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，在台中五泉五街景修院。啊，去的时候呢，我说什么事情啊？他亲眼告诉我，我说你原来工厂你不要搬，原来工厂小工厂啊，作为打样也好，整个你运作都在那里。新买的工厂呢，你作为啊一般的生产工厂就好了。好，那我就去看了，啊去看了，是这么来。这四路这一个水沟，他工厂这样呢啊，那么他的办工厂啊，他的办公室就排在这边。这么空空的水这样来，好，所以在这个办公室，我看了你怎么会这么排？好，他有一天突然灵感起来，好像做的不怎么顺利。原来的他工厂就在这边，那办公室在这边。啊，这边讲的，一般来讲，啊，在讲的是在龙边，在这个整个工厂的龙边。龙边呢，结果这样来呢，就虎洞非常不顺利。啊，有一天呢，
啊，他在睡觉的时候，一个老头子跟他讲，他说：“年轻人呐、啊，哦，你们呐、啊，不要看这个龙就好啊，龙哎、啊，你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会倒闭耶。”想着想起来，这老年人是谁呢？后来是土地公公，啊，土地公公他装扮一个樵夫，啊，樵夫哦。啊，所以要我们呢，看人不要看左眼，哈、啊，随便一个人不要随便的哇，看着穿西装笔挺的才是错了，啊，他就起来想了很久，后来呢，他就土地公上面的宝贝，啊，宝贝在这里好不好？不好，那在哪里才好？后来才想办了，在这里再盖一个好不好？好、啊，他呢？啊，把图画起来了，在这里呢，然后宝贝两个比较，宝贝呢，这个一点宝阿美说，宝十宝贝要你心杯，奇怪了，那个一点心杯了，好、啊、了，那一定在那没问题，没有错，所以改过来以后呢，这边变成龙边，这边是龙边来，整个龙边就动，啊，开始赚钱，赚很多钱，然后我去看了，我说，啊，你这个绝对不能换。这个小工厂是小工厂，是赚钱的地方。这总共合起来也不到500平，还不到500平，总共合起来，结果他赚了钱了。我说你的新的厂呢？哈、啊，你作为二厂和一厂、三厂某某公司第一厂、某某公司第二厂就好了。我去看了，你这个绝对不能动，到现在还没有动。还是人家生意再不好，他的还不错。这是工厂，一般人呐、啊，好一般的地理法则啦，啊，要在龙边。你没有想到你在龙边的时候，虎边全部动，全部动就是天机。好，那么你在排在虎边，龙动就好了嘛。我们一位师姐在大雅，好，她那么多师姐呢，她是最傻的一个师姐。但是有一天呢，他听到我讲龙边虎边的事情，刚好一个亲戚做五金加工厂了，很不顺利，他去了，马上搬到那边办公室。原来在这边，他搬到虎边去了。嚯、哦，那时候呢，他的亲戚改压过去，你怎么会搬到虎边？那不对，怎么样？他不管，今天你找我，这一下你没有权利可以讲，哦，所以老师讲了。就是在那边，就那边搬过去了，稳下来。嚯、哦，后来他来，很高兴啊，老师，哇，做一个大事了呢，讲给我听。我讲呢，什么情形，讲给我听以后呢，哦，对了，100%。嚯、哦，我现在朋友好感谢哦，每天买菜都买一份，全部就要拿到我家里去呢。每天买菜的一份，他都不要买菜了。是什么？很简单的法则，因为一般的地理师地理的法则，虎边不能动，右边龙边才可以。结果龙边摆了，虎边动，啊，这个，好、啊，所以工厂啊，好，我们对了，可以帮助很多很多家庭的生活，啊，这个是一例，啊，那若是记住大家工厂原来好的，不要搬走。啊，在大甲有一家，就是国家的国，嘉义的嘉，他那个也是做制药的，制药工厂呢，啊，他原来工厂他也放在他的龙边里面，放在龙边呢，工厂是这么的，很大的制药厂，很大制药厂，他这边来，大甲又是工业区。他还排到这边来，办公室在这里，办公室在这里呢。他出来之后，虎边都动，虎边都动，虎动。他有一天，啊，经过一位师傅跟他介绍呢，啊，跑来问我，然后我去看了，我哎呀，你的制药厂你会倒闭耶？他是啊，老师，我面临倒闭。好，不知道怎么办，药，啊，这个在德国买了非常好的机械，来这里药会变质，很奇怪，药会变质，不知道怎么办。
弄得德国技师来到这里也没有办法，会变质啊。我说很简单嘛，办公室换位嘛，好，办公室你调到这边来就好了嘛，你在里面呢、啊。好，房子，你这办公室进来，你改在这边，你董事长去，那个机器都动了，龙门都动，那就好了嘛。哎，改过来了，稳下来，同样一部机器，它的药就不会变质，原来在那边就会变质，奇怪哦。哎，这个，好，他很感觉很纳闷。等到过了两年后。快三年了，他已经公司赚钱，公司赚钱了，他又买一个厂，他两夫妻为了买那个新的厂，好、哦、命名，第一命名起烦恼心，两个夫妻敢不起笑，为了什么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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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什么名字什么好，啊，有一天呢，因为他钱赚了就不敢来找我，当时我跟他讲了，你赚钱了你要布施哦。哦，建道场、建庙的时候，你要发心哦。哦，他说好，没有问题。没有想到以后赚钱哦，怕师父跟他一敲竹杠，他就不敢来找我。哎呦，光你有够光哎！啊，又买了一个厂，买了一个厂，两夫妻睡不着，啊，不敢讲。有一天呢，突然间我在想到某某人怎么这么久了，听说也都赚钱了。阿、啊、哲找不到人，是不是很忙？想想想呢，第三天电话在这里打电话接了，我说我在想你，师傅、啊、我想你好久，想起好几个月了，呼吸都睡不着觉，敢不起笑？好、哦，我说什么原因呢？啊，那好了，再来讲，来了，好、哦，原来又买一个厂，好、哦，为了命名，我说命名的事情，你混的国家一场嘛。国家二厂就好了吗？国家三厂就好了吗？何必要为什么又什么公司又什么公司？税金的问题更多问题，哪里的问题？税制的问题你更麻烦，什么都麻烦。一厂、二厂、三厂就好了嘛？啥还是空多的呀？我说你不要怕了，我不会跟你化缘，你放心好了。你现在买工厂很需要钱呐、啊，我不会跟你化缘呐、啊。哦，他就放下心来。改为二厂、一厂、二厂，现在已经三厂了。哦，那未来你有十厂，都以十厂就好了，不要说第几厂，不要什么名字，哦，原来的厂好了，稳下来了，你就不要随便去动，一动根拔起来，它就枯黄。所以台湾话有一句话呢，那么三年刷灾，四年强，三年呐、啊、移植。好，你拔起来的时候，你要四年，你要枯黄四年呢。种三年已经长根了，在成长了。你拔起来要在移的时候，移的不要再种，要四年要枯黄。这是工厂，那么工厂最可以利益众生的地方。好，因为工厂给他平安了，可以养很多的人。可以替国家社会安定很多很大很大的一个功德力，啊、哦！所以各位记住，工厂你在普遍办公作为办公室，啊，那么老板做的也是龙边都动，龙边都要动，土地公安的也是龙边都动，那么你就赚钱了。再怎么样，过下路马斜探吉，啊，这一般人呐、啊。啊，很忽略了，啊，世间这个坊间的风水学的书呢，也没有谈到多少问题，大家都谈龙边，谈龙边，啊。那么我们现在讲，工厂用地的选择，第一，啊，工厂地最好要靠河川不远处，啊，河川要有水。有水才有动，有水呢才不会旱河。我们的旱河，好，一定要逢春，旱河逢春才有生气。如果旱河不逢春呢，就没有生气。好，那么等于说四季，一年四季只有春天比较好。
等于说汉和你做生意做四年赚一年，三年不赚钱有什么用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道理呢，汉和逢春，那么我们一定要前面有看到水的地方是最好，源远流长啊。河水河川的水不可急流，那么急流就普遍水大发大败，大发大败。好，河川的水啊，不可直流直泻。河川的水呢，要水口要有弯弯曲曲啊，要弯弯曲曲。比如说这个直来，那么这段你就可以用这个工业区啊，你这个就可以用嘿。这个可以，若是直直的，这都可以，这都可以，哈，当然这个也可以了。水为弯曲有这些很重要。你们帮人家看风水，啊，一定要看水位，水位呢？若是水的为呢，好，就这个一开始这么叫大海，好，这个啊，这个区域都不行，好的都不行，直接直泻的，一直直泻的，才守不住，这个工业区就比较差了，没有那么好的工业区，啊，所以，我们工业区呀，选择。记住，水不能直的水，直水是守不住，啊，直水是那笨龙，叫笨龙，水龙叫笨龙，笨龙。你看好多的工业区，如果水直直的都做不好，像南投工业区也是一样，啊，水一条直直出去又反攻，啊，工业区冷台。八卦山哈，八卦山，好，再落一个脉，这草屯，好，这个是南竿工业区，好，南竿工业区呢，水是反攻。反跳，好，反个无助，没有无手，没有手这个气，所以南竿工业区经营会很累，必须要会好好安排，不然的话，南竿工业区十座七八都是很困难经营。那么这里是最好，草屯会发达，南投市不发达，因为水的都反攻反跳出去。如果这里有工业区，工业区的向着这边两条水来汇集，这个又好。水这样来，这个汇集的这么好，这边也是好啊，这边就不好。好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止水反攻啊，前期都不是很好。好，台中工业区，台中市工业区，好，工业区它在这边，它水有预报出去，水这样来，这大肚山。好，大肚山，好，那么这个台中工业区就不错，但是台中工业区呢，你要面向的这怎么做赚钱，面向颠倒做了都不赚钱。我们工业区呢，山坡地，好，如果向斜的，这边好，这样这边呢就不好，好，
这个后面是倾斜的，后面悬空，好、哦、空，那么就不好，啊，这个就是选空一期山坡地，一定要后有靠。前有槽，后有靠，前有槽，前有槽拜，那是最好的。如果后无靠，好前压就凶了。好，后无啊，前来压，这是凶。好，这是吉，嘿，颠倒坐绝对是不好，啊，那么，后有靠，前有槽，那是最好的地，好，啊，再来哈，我们再看第四条，河川来水，啊，去水有弯缓曲折为吉，要弯弯曲曲的，弯弯曲曲的，啊，那。我们有时候可以出去看到很多的工厂地哈，好，水这么来的话，水这么来，好，你这个区域吉，这个区域凶，你要看大局，工厂一定要看大局，不能看小局，看大局的。有前途，看小局的，你只是昙花一现，小局啊，啊，昙花一现，啪就花了，很快就倒下去。那么这个是吉，好、啊，这边是凶，好、啊，这边吉，是凶，好、啊，吉。反正这个地方全区，无论十甲、二十甲、一百甲，这个地方都比较差。都比较差，好，而、啊、这边呢就是不错，易带，这边易带很好，啊，这边也很好，啊，这边凶，啊，选工厂的大原则，啊，大原则，啊，那工厂，啊，能开向河川见水光来朝，看到水光来朝是最好。啊，水的远远远远的流来了是最好，好，啊，那再来了哈，啊，工厂门地，啊，工厂门的地势，啊，不可在平山，那半山腰坡地，啊，那么工厂呢，我看过南钢工厂，啊，它这个地势啊，这是路。啊，他的门呢是这样来，门一出来就卸下来，门一出来卸下来，地基比路高，爬上去再下去的，啊，如果财神爷老头子呢，他要爬上来就很困难，那个气守不住，在很多山坡地的工业区呢，啊，他的。出去就卸下去了，车子爬上来再进来，这个工厂十家，他们七家八家经营很困难，这个是很平常啊，大家去忽略了，啊，有一次呢，那工业局啊，开发公司，我说你们这个规划工业区害死人呢，工厂会倒，你们富民国它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你们。这样平平来，然后再卸下去再录，人家工厂很难盖，很难的盖，啊，那像这样怎么办？好，那这个情形呢？哈，这录在这边，啊，你必须要把门移进来，门移进来一个明堂，好，然后再工厂，这个情形呢，就像这样哈。比喻是一条路，土地这样，这但是是爬坡，比喻三五米到六米的爬坡，那么你要把这个门呢，
前面我们要缩进来，缩进来啊，然后工厂你再盖进来，好吧？你一定要缩进来，缩进来有多宽呢？缩进来有多宽？一定要成四方形。这个夹子是八米的话，你也要有八米。好，这个你这个宽度有八米的时候，有八米，门有八米，你一定要缩进来八米。那么现在变成一个平台，你上来稍微爬坡上来，好，等于在平台。路在，啊，你的这边呢哈？好，你在这缩进来，缩到有这个宽度，八米的宽度，好，那么你这个地方才能回转空间，才能住气。这一般公司啊，哈，很多一般的盖工厂的人，还有寸土寸金。我说你的土地用你自用，不是给别人用，啊，怎么来寸土寸金？哦，那要有智慧啊，不能说哎呦，每行都高高，自己要有空间，自己要留自己的空间，也自己要留给大众的空间，你才会发财。这个有哲理哦。自己要有空间，也要给人有空间，两者都有空间的时候，你才能发。如果你留着自己没有空间，也没有给人空间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，啊，不可能有什么发，会顺利。啊，在南岗工业区，我们有一家社交工厂嘛，他也是这样，下去溜下去，我哎呀，对呀，老师，我经营到。好像啊，就算了，退进来嘛，你逼我退嘛，你有这前面有陷阱，我都退嘛，我不跳下去就好了嘛。讲也讲不听，他说他们的帝君叫他不要这样，哎呦，帝君他才不讲话呢。如果帝君他会讲话，你就请他来跟我讲。啊、哦，后来他也没有改啊，他没有改就算了，随顺一年嘛，等到倒闭了。啊，倒闭了，别人买了，买了那一位嘞，我也不知道谁跟他介绍了，又跑来了。我说那一家你买了，对呀、啊，还好他没有改，你才买得成。如果他改了，你就买不成。我很喜欢这个地方，离我家很近，哦、所以就我在一直在附近在找工厂，在找。哦，那么好了，你退进来好了，退。六米，他们有六米，退进来六米，好，那么这个空间就好了，稳下来了。哎，这个，所以这个里面有很深的禅意，这样一来，你就要有度，度大，有度量，好，也再下来，下巴，门呢就是牙，门牙门牙，有没有？门牙门牙，门就是牙，牙就是门。好，门牙门牙，各位，我们牙齿掉了，赶快补起来，不然这财守不住哎，财守不住，门牙赶快轰起来啊！所以门牙门牙再来，下巴要有下巴啊，门出来下巴，不然下来有没有下巴，会做多好，我就不相信。好、啊，所以下巴是自己做的，这圆的下巴啊啊，这里门牙门出来。有下巴，一定赚钱才能守住财嘛，很简单。好、啊，这个要领哎，好、啊，过世若是过以后，你们常常碰到山坡地的工厂，好、啊，大门一定要退。你有十米宽，你要退十米，最起码你要退八米，最好十米退，四四方方，厚道厚道，啊，那个才守得住，好、啊，比较像财神爷。啊，这个工厂的水啊门呐、啊。好，我们需要注意的。好，我们这一节到这里，阿弥陀佛。